还好没事儿，吓死我了！走吧，小琴，我小时候也被鱼刺卡住过，比他这个刺还大呢。这么大？啊！可是给我吓坏了，你要吃鱼啊，千万小心点。刚才还让他吃蛋糕呢，那医生都说了不能吃东西。 你头疼啊？没。要好好吃饭，不吃饭没力气。这人呐，伤心也要力气。不是，怎么就伤心了？阿南，你真的是……嗯。一会儿吃啊。哎呀，阿南呀，人家不给我发微信，我也不好联系人家呀。 为什么不能主动联系？你的手机信号不好。哎，我认真的。就是吧，这个主动权不在我手上。他走之前，我跟他说了。说什么了？说，我喜欢他。 你要这样，那我就不说了啊。你说，你喜欢人家，然后呢？没然后了，表达了我的心意，画上句号呗。那人家说以后别联系了。当然不是啊，就说常联系啊，还是朋友啊什么之类的。这不就是了吗？你什么话都说了，现在又脸皮薄了，脸皮厚一点，主动一点。 嗯，没准儿还搞好了，还成了网恋。安南，人家啊，既不网恋，也不异地恋。那你就辛苦一点，云南飞到北京，北京飞到云南。有钱，安南给你存钱了。您给我存钱？啊，存了多少？你等着。 这钱啊，我本来打算，万一要是在家里事业不成，那我就给你，让你回北京，或者呢，你娶媳妇儿，给你们小夫妻做家底。当然了，买房子买地那是不够，但是总归可以应急呀。
我觉得红豆走对你们俩都有好处。你们年轻人吧，热得快，凉得也快，他一走冷一冷，要是互相还惦着念着，那就想想以后的路该怎么走，不要着急忙慌的。我跟你阿爷啊白手起家，一辈子就懂了一个道理，那就是自己想要什么自己动手，不要等着别人来给。打起精神来别垂头丧气的，懂吗？嗯，懂了就好好吃饭。阿奶，那存折不是给我的吗？等你买机票的时候再给你。不过我还是很好奇啊，你是怎么攒了这么多钱的？我呀，三天两头的给你阿爸打电话，今天说我头疼了，明天说我腚疼了，给他要钱，给你存着。接个电话，小黄的。哎，小黄怎么了？喂，老谢，韶华书屋的团队五天之后来。确定了？确定了，确定了，过来开会。哎，好好，马上过来啊。阿南，我得去趟那个村委会开会。哎呀，又吃不了饭了。拿着路上吃。好，那个给我们。谢谢阿南。走吧。我在鱼苗的时候啊，天没大亮就起来去那个镇上吃菜市场的小锅米线。哦，哎呦，就你这种懒蛋的还能起早？有人叫我呀。谢志尧家跟我住的那个小院就隔一条巷子，哦，我从窗户就能看见他们家院子。他起得早呀，他就拿小石头砸我窗户。我跟你说，就那种小店哈，不是当地的人还不知道。嗯，啊，就是你说的那个，回家创业的那小伙子吧？嗯，就是他，人特好。他多大？三十出头。哦。哎，我看他那条件挺好的，就一直没结婚啊。没遇到合适的。他上次谈恋爱说还是大学的时候。嗯。那都十几年前了。嗯。哎呦，这一直不找，会不会是那方面有问题啊？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？那没遇到合适的就是没遇到合适的呗，一般人都不会想到什么生理缺陷呀。一般人肯定得往这方面想啊，要不然为什么一直不找呢？眼光高呗。那你女儿也没有男朋友，是不是我也有问题啊？你当然没问题了，现在女孩子晚结婚很正常。妈，你推双标了啊。那当然，自己养什么肯定说什么好喽，是吧？哎呀，就是俩人离得太远了。嗯，你快吃快吃，吃完了带你出去玩去啊！我不和爸去钓鱼啊！谁说去钓鱼了？咱们去摘桃，好不好？嗯，摘桃，没事。红豆摘的这个桃子呀，可真好，一个得有半斤重吧，可甜了。觉得什么？希望能听到你的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他说书店的事儿。嗯。阿奶，看这里。这张特别好。嗯，我看看。哎呀呀！猫还那么丑，还那么丑，这叫可爱，你不懂。可爱卖什么呀？我发过去，给我。哎呀，我给不行。那个，我去给淮南娘娘送一箱啊。哎呀，走了。怎么了？谁呀？红豆给我打电话了。哦，接呀。嗯，
这个傻丫头。喂，听得见吗？喂，你在忙啊？这么半天不接。刚才阿奶在旁边呢，我上楼接的。嗯。在干嘛呢？收拾书呢，这几天准备搬家呢。哦。嗯，那个下午的时候没来得及回信儿。我姨啊带着表妹过来玩了，闹哄哄的，大家都在包饺子。我表妹怀孕了，肚子好大，陪她玩呢。啊，难怪呢。其实你下午给我打电话的话，我也接不了，我在村里开会呢，书店的事儿。啊，有进展吗？嗯，过几天团队正式过来考察，商量接待的事儿，我这边配合村里。哦。还有民宿。嗯，过几天来看地方。不好转啊？不好转，想接的人呢，给的价格特别的低。其实就想捡漏，之前的老板着急用钱，那个价格啊已经一降再降了。啊、哦，这样啊？哎呀，不说这些了，都是烦心的事。哎，你喉咙怎么样了？那你看到了不给我点赞？我看到的时候你已经发了11个小时了。再说这种事儿点赞合适吗？我又无所谓。那你也没给我点赞呀。我看到的时候也过了10几个小时了，你发的时候我不是去医院了吗？行吧，嗯。那这事过去了。嗯。那平时多联系。嗯。你笑什么？开心不能笑啊！你回家不开心啊？我先不跟你说了啊，你早点休息。好，那就这样，晚安。干嘛呢？你妈偷听。哎，这徐建国，你。